这个球出手，哇 ，nice play， 再传给二垒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哇，这个球新北市的游击手刘志荣跳起来，抵御耀龙门啊，把这个球接进手套，而且在空中还做一个传球的一个动作，哦，这个有加分哦，这个要当国手有加分哦。再来看一下这精彩的美籍守备，哇 ，nice play， 我们没收一支安打，哦，还反应很快的要反传了，哇，这个能够抓到双杀的话就不简单了，哦，空中抓飞鸟，也要给抛接的进攻没有得分。